向杰，你们是球队中最强的两个人，一点都不配合，一个球都不传给对方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场比赛肯定赢不了。别说话。我又怎么了？我到现在都还没上场呢，你赶紧让我上场啊！你就不该报名。进来。这么多人，你给我点面子好不好？高原，高原，教练，我想打篮球。好，回来了，高原，高原，这边，好球，这边防守，马叔子，好。好球，好球！简单说一下，球队加入了三员大将，实力大增，这是事实。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问题，那就是缺乏团结以及战术素养。作为教练，我刚刚接手球队，你们对我的执教理念还不够了解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要打球先做人，做好人再打球。其次就是纪律，不准逃课，罚钱开除；不准打架，罚钱开除；不准谈恋爱，罚钱开除。我这个人一向是先礼后兵，大家都知道了吧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听不见？知道了，知道了就执行。最后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我们的联赛目标是什么？你们不用着急告诉我，想好了明天告诉我。解散。好，好，累死了，老子，老的，你把那东西我拿一下吧。去，给，等你啊，走，门口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马上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，篮球队出事了。怎么？走啊，我带你去看。哎，哎呀，走啊走，别玩了。哎，别走啊，别走啊，快走，快点快点，这边。干什么？严一峰，你快看。莫峰，什么情况？高原，听说你回归校队了，我是特意来向你道喜的。哼，谢了啊。道喜？你这样也不像来道喜的。还记得上次在湖云没有分出胜负？另外，我知道在联赛里边一定见不着你，所以我今天特意来找你。我知道你们二中的规矩，就是还没打球先要挫挫对方的锐气，是吧？怎么了？怕了？你还记得我的原则是什么吗？欢迎约战，随时恭候。你们校队的人都来啊。莫峰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来找你来了。你要干嘛？我让你看看他们怎么输的，表妹。我知道你们这队都虎视眈眈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秦岚是我表妹，有本事先赢我。你们别闹了，太无聊了。严宇峰，你快去阻止一下。我去干嘛呀？又不关我的事儿。你不是想要你的球吗？那就是你的球。这谁呀？
晴岚男朋友啊？向杰，快阻止一下你们一个队的。严玉峰都不去，我这种王牌选手干嘛去？哎，你表哥到底多大岁数？是高中生吗？留了多少年纪了？哎，你看我干嘛？我更不可能去了。哎，给我！哎，太无聊了，别打了。严雨峰，你的球！哎，进来！彼此都打出血了，一个。我让大家想的联赛目标，大家都想了吗？教练，我觉得今年我们打入四强不成问题。今年我们球队加入了向杰和严雨峰，实力大增。况且高原也回来了，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走得更远。二中今天来挑战的事我听说了，你们有没有信心赢他们？大家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进球队？为了冠军。除了冠军呢？你们平时下午不上课，怎么能好好学习啊？所以说你们要倍加努力，把书读好，将来才能考上好的大学。所以以后的文化课必须好好学，就像我说的，先做人再打球。我不管你们有没有信心，我们的目标就是总冠军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是什么？冠军。听不见？冠军。再说一遍。冠军。马上开始月考了，这是我给你们出的模拟试题，只有你们有哦。你们不要不乐意啊，我老朱从教十余年，带出多少状元，只要把我的试题做会，保证你们考试没问题。有什么意义？不就是考试机器吗？严雨峰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好了，你们好好做题吧。啊，革命靠自觉，不要作弊哦。现行了吧？没有啊。不要狡辩，站起来，站到后面去。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。中场休息，大家喝点水。水呢？哎，累不累啊？还可以。哎，这小子体力不错呀。新队员有冲劲儿是好事儿。一般吧，也就一般般。严玉凤，现在还有力气自己练？都说你单挑很猛，敢不敢和我一打一，咱们赌一局？怎么了？你怕了？
看来你真的是害怕喽。赌什么？输了的，扒光衣服，在猪头上课的时候裸奔，你敢吗？哦，裸奔，就是。怂了吧，小鸡仔儿。我让你先发球。喂，等会儿，斗牛怎么能少了音乐呢？来，放个音乐听听。漂亮，好球。啊，走球。打平了啊，江杰，你身体占优势，背身打。什么呀你这。嗯，好，现在比分是向杰三，严雨峰二。哎，哥们，怎么回事？快阻止一下呀！有这必要吗？眼看打起来了，一会儿教练看见得罚咱们呀。当教为什么不找我呀？这样吧，咱们一球决胜负，三分算三分，两分算两分，两分任意位置，所以你们挑，独出不变。可以啊。那谁先来啊？我先来。两分。什么呀？好球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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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。不脱裤子可不算裸奔啊。严雨峰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？你怎么这么八卦？哎，苏雪，啊，你赶紧帮我劝劝严雨峰。怎么呀？尚杰，你不是疯了吧？你为什么先找他不找我呀？什么？我说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为什么先找严雨峰不找我？这都哪跟哪儿啊，我跟你说千万别这么做，班主任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这样你就能注意到我了。